陈国显啊，我要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，冲爆你这张丑脸啊！我建议你现在最好给我自拍啊，多自拍几张，每个角度给我拍清楚啊，到时候打歪你这张脸，你才好跟整形医师讲你本来的丑样是怎样啊。哎、欸，啊，他直接整刷一点不就好了？那你不用拍了啦，啊，你直接整帅一点就好了啦。啊，你还要讲什么吗？啊，你这边之后，你帮我下那种很热血那种音乐啊，哦，气势要很强，战斗的那种火影忍者那种。哎、欸，那陈国贤长那么大一只，你是打得赢啊？白痴哦，打架这种东西不是看身材，看气势，更何况我还有对策。那、啊、什么对策啊？对策就是，他如果第一拳过来的时候我闪掉，然后我蛇咬拳第二式，啪啪拿下，啪啪啪啪，我要怎么打怎么打。啊，你干嘛不一开始就把他拿下？也是可啊，反正这种东西就灵机应变嘛，对不对？拿下，啪啪啪啪，怎么打怎么打，这样还能输吗？你说，你说嘛。哦、所以你刚刚说那个手在扭的那一招叫什么？蛇咬拳第二式，拿。哎，洛克，哎，你干嘛？哎，好好好，你干嘛？哎，我买饭呢、啊，那、啊、你们干嘛？决斗。哦，好，那你加油，加油。哎，靠边，你不能跟谁打。啊，那你要跟谁打？陈国贤。哎、欸，你不是跟他很好吗？为什么要跟他打？对啊，你知道我在追小红吗？有啊。对啊，啊那一天我跟陈国贤喝酒、哦，我说小红一直把我当工具人，超靠腰。哦。对啊，啊结果他居然跑去跟他讲，很靠腰、啊。算了啦，他这人就这样。算了、啊，今天是不是要跟他喝个高下？对啊，对啊，那你加油啊，加油。是啊，啊我跟你讲这么久，啊你不去。那我比较有事，那你加油啊，真的、啊。走啦，欢迎你。好，你家有事哦。是没有的、啊，你就陪我去嘛。好奇一下、啊，你决斗，整名决斗，看一下。OK， 他可以去啊，可以去啊。嘿，是啊。啊，你有带手机？有啊。啊，你不是也会剪片吗？可以啊。你等下帮我，你之后也帮我录一个，然后剪一个这样子。哦、啊，不要太久、啊。哎、欸，你会太久，你不会太久吧？招把它搞定啊。什么招啊？你刚哎、欸、表演一下，给那个肉咖看一下，什么招？蛇咬拳第二式、啊，那。对啊，啊，他昨天跟我说很快、欸。对啊。4点，那差不多4点，要不要打给他、啊？不要。那如果他不来怎么办？不来就他怕我。爽哎、欸！哎、欸，你觉得我跟小红还有没有机会、啊？有吧？哎、欸，不是啊，啊你不是你不追了？没有啊，我是想说，就这种情况啊，一般女生这样有没有机会啊？你觉得？来了来了，陈国贤，你才戏啊！你干那么晚才来啊？啊、你以为你谁啊？啊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这次我太冲动，我不应该这样突然打断你吗？哇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现在是怎样？你以为说对不对不对对对不起就可以了是不是啊？哈，这种事情。那不然，走啊走啊走啊，吃饭吃饭吃饭，今天我请。走啊，吃饭吃饭啊。吃饭。我现在想干嘛？决斗啦，干嘛？哎，洛克，你去帮国贤拿个包包，包包放下啦。啊，来吧，来吧，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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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有点晚了，来，开始。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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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痛！啊！你赢了，你赢了。哎，国贤输了，哎，输了。哎！走走走走。吃饭，吃饭，吃饭。姜母鸭，姜母鸭。耶！白痴哦，哎，这不算好不好？哎，重录，重录，重录。干嘛啦？那个真的很痛，太假了，好不好？我真的输了。不是啊，已经输了、欸，太假了。他输你赢了，白痴哦、喔，重来，重来，再一个，再重来，重来。好、啊，哎、欸，那再一次，哎、欸，国贤这次要真实一点哦、喔。认真输啊，认真输啊。哦，好来，好来，准备，开始。靠背哦、喔，你是不是打太用力了、啊？我只是挥一下而已，对、欸、他不是要用的。是吧？波，你还好吗？很痛哎、欸！哎、欸，你是要认输还是怎样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会打你这边。嗯，打这边啊就啊，然后就输了啦。还要反击、啊，还要打、啊，白痴啊、喔！你要反击、哦，你要怎么反击？我这样拨开。嗯，好，然后呢？然后我打你。好，那我这样子，那你推我。啊，然后就推你。推我，啊、嗯，就先这样。再一次，这样。啪！哈！哈！好好，等一下就先演到，不是，先录到这边。好。哎、欸，不用录啦，白痴哦、喔。OK， 国贤动作记得哦、喔。哦。
好，快哦哈，来开始。来决斗啊！哎呦哎呦，这是有，这是有，这有，这是蛮大的。哎，啊，不是魏颖，不是魏颖。哎呦，哎，小红哎，小红等你哦。哎，打。哦，哎呦，哎哎哎，你的技能哎，蛇咬拳啊！你刚刚路上那个。哦，打了打了，说不要打错包了，哎，这打啊！哎，啊不打了。哎，啊你还好吗？哎，猛将，我是不是蛮没用的？你要听实话还是谎话？蛮没用的。这是实话还是谎话？哎，猛将，啊，干嘛？我还是不要追小红好了。哎，啊，怎么那么突然？就我觉得也追不到啊，而且好像蛮没用的。不会啦，我刚跟你开玩笑的啦。啊，国贤一直讲气话啊，敢不认真啦？哎，而且工具也没什么不好的吧？又不是人人都能当工具人，哎，再怎么说你也是工具人里面前几趴强的，小红，你看他几点下班你都接，他月经你每个月都记得，而且他什么时候跟你讲，哎，还有最重要的啊，我觉得你买的宵夜啊，超好吃的。啊？哟，陈一海，陈哥，天干干。展台会，有啦，还有出现过。